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0日，星期一，欢迎收看本期对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简讯：月华棋子直播，范丞丞拿老鼠吓朱正廷，摔倒惹粉丝热议。对此，朱正廷回应：不用担心，大家都是兄弟。防弹少年团演唱会结束，工作人员贴心教训服务。认真读书，孝顺父母啊！明天要记得写论文啊！爱回到现实，要上班上课的爱啊！瞬间把粉丝拉回现实。杨超越参加《影响中国2018人物荣誉盛典》惹争议，网友嘲讽其影响最大的便是告诉青少年，只要长得好，废柴也能开挂，走向人生巅峰。我心情是绝望的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：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，朴信惠被批演技尴尬，向韩国争爽。对此，网友表示，朴信惠哭戏真且感人，还是略强于爽妹子的。下面一则消息来自综艺圈，最美表演杨紫剧照曝光。身穿正装，面露苦涩，粉红掉金豆子的眼眶惹人怜。小猴子的哭戏依旧很有感染力啊！国家宝藏二官方卖服，李白杜甫关系极为亲密。对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。意思就是说，白天两个人手拉着手，晚上呢，一起盖一床被子啊，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。张国立咬手指的动作，表情引起极度舒适。他们俩到底是用什么关系啊？是 CP 范的可爱少女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对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。我是米子阳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